1959年，考古人员对吐鲁番市东20多公里处的阿斯塔纳古墓群进行了发掘。在随后的数十年间，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唐代文书，与敦煌文书一道成为研究唐代历史，特别是各种典章制度不可或缺的一手资料。吐鲁番在维吾尔语中是低地的意思，这里是中国地势最低的地方，部分地区的海拔甚至在海平面下。而在隋唐之际，吐鲁番地区有另外一个名字，高昌。新疆，中国西北的门户。新疆的地形用一句话概括，叫三山夹两盆，而吐鲁番盆地正处于三山两盆的交汇处，它扼守丝绸之路，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代，这里是车师国所在，大汉与匈奴围绕车师国进行了多次争夺，史称五战车师。汉元帝时，在原车师前国的都城交河城设置戊己校尉，东汉和帝三年班超为冀都护，重设戊己校尉，驻地由交河城迁驻高昌。戊己校尉的职责，一是屯田驻军，二是维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秩序，哪个小国不听话了，戊己校尉就过去制止他。关于高昌一词的来源，元和郡县图志说，高昌本汉车师国之高昌毕也，以其地势高敞，人物昌盛，因名高昌。高昌地处西北，气候干热，幸有发源自天山的涓涓细流，使得这里的土地十分肥沃，可以种庄稼，一年两熟。高昌的葡萄酒也很有名，唐人有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由于地处丝绸之路咽喉，高昌经常受到来自柔然、高车等国的侵扰。北魏孝文帝时，高昌王马儒上表愿意内附，孝文帝派兵过去接应，不料高昌国人不愿意内附，他们杀掉马儒，立屈家为王。屈家当了几年的高昌王，也萌生了内附北魏的想法，结果再次被北魏拒绝，理由是高昌人是汉魏移民的后代，北魏觉得要是让他们迁到内地，恐人情不安。屈氏高昌只能在纷乱的西域诸国夹缝中继续苟求生存。从文化上来说，高昌是汉地文化为主，西文化为辅。高昌人说的是胡语，但用的文字却是汉字。服饰上，男性是胡服，女性是华服，这些都是高昌胡汉杂糅的体现。时间转眼来到隋炀帝大业年间，此时的高昌王是屈家的孙子屈伯牙。屈伯牙的母亲啊，不是亲生的，是突厥可汗的女儿。他老爹死后，突厥人要求屈伯牙遵循突厥收继婚的习俗，娶他老爹生前的这个女人。但正如我们刚才所说，高昌是一个汉文化浓厚的国家，所以屈伯牙打死也不干。无奈突厥一再逼迫，屈伯牙只能照办。没办法，高昌的地缘环境太差了，周边都是虎狼，他自己实力又不够，所以只能屈膝臣服于各种势力，小心地维持着平衡。屈伯牙在618年前后去世，儿子屈文泰继位。继位初期，屈文泰仍然奉行屈氏周边大国以图自保的外交策略。他为了讨唐朝的欢心，给大唐贡献了一种名叫福林犬的宠物。从名字看，这种狗可能是来自于东罗马帝国。唐人非常喜欢这种狗，在传世名画《簪花仕女图》中，和侍女们一起玩耍的就是福林犬。唐太宗继位后，高昌对大唐的态度变得冷淡起来。屈文泰经常堵塞丝绸之路，抢劫往来商旅，不让西域商人进入中原，还跟着西突厥一块攻击唐朝的益州，即今天新疆哈密。唐太宗十分不满，下诏谴责屈文泰反复无常。屈文泰只派了一个长史到长安谢罪，意思一下，内心并无悔改之意。那么为何屈文泰对唐朝的态度突然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为什么在太宗已经灭掉东突厥，展现了巨大军事实力的情况下，高昌国还敢于同大唐对抗呢？这主要是因为屈文泰抱上了西突厥的大腿。关于突厥分裂后西边那一支的事儿，我们聊得比较少，后面有空再补上。这里大家只需要知道一个人，统叶护可汗。他是西突厥鼎盛时期的可汗，北并铁勒，南击波斯，一度打到今天的阿富汗。反观东方的唐朝，刚刚经过隋末的战乱，人口丧失几百万，经济凋敝，道路萧条，怎么看都不是西突厥的对手。正如屈文泰自己所说，囊乌入朝见秦陇北，城邑萧条非有隋比，而唐朝的实力跟隋朝比不了，不用害怕，唐朝不会来打我的。正是因为有上面这种认知，
屈文泰的行为才会越发的放纵，不断挑战唐太宗的底线，在作死的边缘反复徘徊。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二月，燕齐国王来到长安，求唐太宗为他主持公道。燕齐是西域重镇，从汉到唐一直如此。此前由于战争，燕齐国到中原的道路被阻塞，所以必须取到高昌。高昌对往来的商旅征税，赚的是盆满钵满。现在唐朝统一了，燕齐开辟了条新道路入唐，高昌失去了很多税收，所以十分痛恨燕齐。屈文泰找来西突厥一起攻击燕齐，掠夺了大量财产，掠走1000多人口，还把他们的屋子都烧了。这种公然扰乱丝绸之路秩序的行为是太宗不能容忍的。太宗遂派人去高昌问罪，谁料屈文泰说，我高昌在西域，你唐朝在中原，彼此并无干系，我攻击燕齐关你何事？需要你来管吗？乍一看屈文泰说的是有道理，但他没有想过的是，丝绸之路对唐朝意义十分重要，维护丝绸之路的稳定就是在维护唐朝自己的利益。使者出访高昌回朝后，向太宗报告了在高昌的所见所闻。太宗这才得知，高昌不仅投靠西突厥，甚至还在和薛延陀眉来眼去。屈文泰对薛延陀疑难可汗说，你是可汗，和唐朝皇帝是平等的，为什么事事都要听他的呢？疑难听闻大惊，东突厥当年怎么亡国的他可太清楚了，跟高昌搅和到一块迟早得完蛋。639年三月，疑难派人到长安对太宗说，高昌国王之前找过我，说了一些胡话，望天可汗不要怪罪。我薛延陀深受唐朝大恩，日夜司徒回报，如果大唐要讨伐高昌，我愿意第一个出来做向导。好家伙，直接把高昌王卖了。于是唐太宗开始为征高昌做准备。639年十一月，唐朝给高昌下了最后通牒，表示如果高昌肯悔过，屈文泰亲自来朝谢罪，那么唐朝就不出兵了，咱们各自仍然过原来的好日子。然而此时的屈文泰仍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对太宗说，对不起，我生病了，长安我去不了。俗话说得好，先礼后兵，既然屈文泰敬酒不吃吃罚酒，铁了心要和唐朝死磕到底，那就战场上见吧。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唐太宗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教和道行军大总管，左同卫大将军薛万钧、左同卫将军江行本为教和道行军副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左骁卫将军萨古兀仁、左武卫将军牛敬达为教和道行军总管。此外，右骁卫大将军邱行恭，对，就是昭陵六骏萨鲁子里的那个人，也参加了此战。契必合力则被任命为冲山道副大总管，带领原东突厥的数万骑兵协同作战。据江行本纪功碑记载，唐军此战出动的兵力仅交合到一部就至少在30万以上。唐太宗特意调集了许多善于制作工程器械的能工巧匠随军出征，这些人在接下来的攻城战中将发挥巨大作用。在高昌之战中，番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契必合力和阿史那舍尔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契必合力，我们的老熟人了，唐灭吐谷浑之战中，这位爷奋勇作战，救下薛万钧、薛万彻两兄弟，有一马当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长途奔袭，将伏尹可汗抓获。战争胜利后，薛万钧嫉妒契必合力的功劳，在上报的时候把契必合力的功劳说成是自己的，契必合力大怒，提刀要砍薛万钧，被诸将拉住。回朝后，太宗问契必合力为何要砍薛万钧，契必合力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太宗对薛万钧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十分恼火，他要把薛万钧免职，但契必合力却说，如果因为我而把薛万钧免职，恐天下人会说陛下您重视夷狄，轻视汉将，各藩将也会认为汉人将领道德水平低劣，不值得效力，所以希望陛下您收回成命，这事儿到此为止。唐太宗于是没有将薛万钧免官，而后太宗让契必合力在玄武门宿卫。要知道，契必合力原为东突厥的将领，是敌人，现在却在为唐太宗把守皇宫的大门，而且是特别重要的玄武门，足见太宗的胸襟是多么广阔。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并非说说而已。然后来看交合道行军总管阿史那舍尔，从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个东突厥的贵族。阿史那舍尔是东突厥楚罗克汗的儿子，
协力卡罕的侄子，逃命东突厥后，阿史那什尔心心念念的要报仇，可是薛延陀实力强大，阿史那什尔打不过，手下人也走得七七八八，无奈之下投奔高昌，结果西突厥那边跟他也不对付，高昌也待不下去了，阿史那什尔左看右看，算了，也投唐吧。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阿史那什尔降唐，太宗拜他为左骁卫大将军，将其部落安置在灵州，又把衡阳长公主嫁给他，封其为驸马都尉。唐太宗任命阿史那什尔为交侯道行军总管，是看中他的经历。阿史那什尔在高昌待过，对那里的地形情况很熟悉，有他在，唐军就有一个向导。关于这次出兵，朝堂内部有过一番争论，一些人认为高昌距离太远，而且千里征途代价太大。唐代前期的兵制我们知道属于府兵制，从长安到高昌足足有2000多公里，可是唐太宗却坚持出兵，并且一次性派出去至少30万部队，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能够100%灭亡高昌，另一方面也是在西域秀肌肉，毕竟大唐建立快20个年头了，西域这块地儿还是头一次踏入。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5月，唐军经过数月的行军终于抵达高昌，从距离和时间推算，唐军的行军速度为每天15公里，是十分标准的古代行军速度。行军是一门学问，几十万人的统一行动是非常考验统帅能力的。孙子兵法说，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50里而争利则绝上将军，30里而争利则2/3之。行军不能太快，大军一天走100里属于白给，一天50里要损失一个上将军，一天30里是比较合适的速度。所以古人把30里称为一射，退避三射就是退让90里。而从唐军遵照标准的一天30里行军速度来看，可以推知他们对这场战争是势在必得的。2000公里的距离又怎么样？一天走15公里，5个月不就走到了吗？而在这种有条不紊的行军速度背后，展现出来的是一整套完整的后勤保障制度、指挥系统、通讯系统，是他们支撑着几十万唐军走出关中平原，走出河西走廊，走进茫茫西域。对于这一切，远在高昌城里的屈文泰一无所知，他仍然在做他的春秋大梦。屈文泰对臣下夸下海口说，高昌距离唐国足足有7000里，这个夸大了，唐朝要打我要经过2000里的大漠，一路上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怎么能行军呢？就算唐军真的来到了我高昌城下，我只需固城坚守，不出20天，唐军粮草必然耗尽，到那时我再出城接战，必大破之。可是侯君集却给屈文泰一记响亮的耳光。公元640年5月，唐军来到碛口，这里的碛是大患鬼没期。此前胸有成竹的屈文泰忽然慌了神，急得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唐军兵临城下，自己却毫无准备，在一片忧虑恐惧中，屈文泰暴毙身亡，儿子屈志胜继位。屈文泰暴毙的消息传到唐军阵营中时，侯君集已经走到了柳谷。诸将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趁屈文泰下葬的时候进行偷袭。可是侯君集否定了这个偷袭的建议，他说，陛下讨伐高昌是因为高昌不遵守信义，阻塞商旅，攻击燕齐，破坏了丝绸之路的秩序，所以我们这次出兵是正义之师，不能干那些小偷小摸的事。侯君集下令大摇大摆的行军，敲锣打鼓，生怕屈志胜不知道他来了。不过虽然不偷袭，但是该打的还是要打。侯君集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是田地城，唐军拿出撞车一撞，城墙就撞出来个窟窿，又拿出投石车，一个石头砸进去，被砸中的人当场毙命。七匹合力为前军，带着骑兵奋勇作战，在这种兵种技术碾压中，唐军轻而易举地拿下田地城。屈志胜见田地城被攻破，对侯君集说，有罪过的是先王屈文泰，现在他已经死了，我呢刚刚继位，你们就别打我了吧。侯君集回信道，你如果认识到了你们此前的错误，那你就把你自己绑了，开城投降。屈志胜没有回应，他不想投降。那么为什么屈志胜不愿意投降呢？因为他在等一支军队，是哪一支呢？哎，是西突厥的援军。原来啊，此前西突厥可汗给屈文泰打了包票，说你不要害怕唐朝来打你，我西突厥会保护你的。他派了一个夜护，这是个西突厥的官民，在高昌北面的可汗浮屠城驻守，
这就是屈志胜固守不住的原因。他认为西突厥会来帮他的。然而屈志胜不知道的是，西突厥的可汗一听说唐军来了，聚而西走千余里，跑得比兔子还快，把高昌卖的底裤都不剩。也不能怪他胆小吧，毕竟这些年唐灭东突厥的光辉事迹，西突厥应该没少听说。是，西突厥是给高昌打了包票，但没想到高昌当真了呀。让西突厥和唐军正面碰是不可能的，高昌放心飞，出事自己背。可汗复都城里的西突厥驻军打都没打，看到唐军来了直接选择投降。于是乎屈志胜在高昌城里左等右等，心里默念了无数遍，只要西突厥发起进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半个突厥兵的影子也没看到。侯君集那边则给屈志胜表演了一波大唐先进技术攻城作战，他命人先把高昌外面的一圈沟堑填平，然后上撞车撞，同时抛石车协同攻击，接着又造起一个30多米高的木楼，占据了制空权，把高昌城里的情况看得是一清二楚。看到哪里有人，立刻给抛石车报告位置，然后一个石头瞬间砸过去。高昌人哪里见过这种立体攻势，被打的是毫无招架之力。终于屈志胜认识到了西突厥的卖队友不靠谱和唐军的强大不可战胜，选择开城投降。唐灭高昌之战至此宣告结束。高昌之战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唐军通过长达5个月的漫长行军与2场攻城作战，向西域各国证明了只要唐朝愿意，哪怕是隔了2000公里也照样有能力来打你。这种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为往后唐朝开拓西域奠定了基础。在高昌之战前，像屈文泰那样认为唐朝实力弱小没法组织大规模远征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是高昌之战后，西域各国不会再有人敢轻视唐朝了，唐朝在西域的主导权开始确立。而这或许就是唐太宗不远千里征调几十万人讨伐高昌的原因所在。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能明白在接下来的这场西周争论中，为何太宗要力排众议坚持在西周推行中原制度。那么什么是西周争论呢？原来唐灭高昌后，战国十分丰盛，高昌国原来有5个县、22个城池、8000多户、37000多人、4200匹战马，这个人均战马率属实有点高。现在这些都是唐朝的了，按理说打了胜仗应该高兴才是。可当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长安朝堂内关于如何处理高昌战后问题却爆发了一场争论。太宗的想法是在高昌设立州县，也就是西周，按照中原的方法统治，全面推行唐朝制度。但魏征、褚遂良等人却认为应该效法东突厥、吐谷浑对高昌实行羁縻统治。魏征说，陛下，我们这次出征高昌是吊民伐罪，不是侵略。此前屈文泰堵塞商路，肆意扰乱西域的秩序，现在他已经死了，高昌国也灭了，我们震慑西域诸国的目的也达到了，那何不效法吐谷浑扶植屈志胜做高昌王呢？这样还能展现我大唐开阔的胸襟。如果贪恋高昌的土地，在其地设立州县派兵驻守，那么不出10年陇右各州都会被掏空。高昌距离中原过于遥远，假设长安发生点什么事，高昌的军队能来帮忙吗？所以臣认为不可以在高昌设立州县，不可以派驻军队。魏征所言不能说不对吧，但是太宗站的角度和魏征不同。太宗考虑的是整个唐帝国未来10年、几十年在西域的开拓，而非固守现有的一亩三分地。设想如果高昌不驻军，那么几年后平燕齐、灭秋瓷，兵从哪里来？难道每一次都要从长安出发行军5个月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太宗对高昌的定位就是开拓西域的桥头堡。至于魏征所说的10年掏空陇右之说，太宗也有应对办法，那就是把一些犯了罪的人发配到高昌戍边。对此褚遂良提出不同意见。褚遂良上书说，我听闻上古的圣贤历来是先华夏后夷狄，陛下您征调几十万人讨伐高昌，把几个郡的经济都搞崩了，现在竟然还要往高昌派军，还送过去一些犯了罪的人，这些罪人本来就是无赖混混，怎么能指望他们打仗呢？臣实在是不懂为什么陛下一定要在高昌设立州县，让屈志胜做高昌王，纳高昌为大唐的藩属国不好吗？这封奏章语气十分的严厉，直接批评
太宗的政策。很难想象这样激烈的君臣对话会发生在别的朝代。那么对于魏征、褚遂良的意见，太宗的应对是怎样的呢？哎，太宗一反此前从谏如流的态度，在高昌设立西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底下人不管怎么说也改变不了太宗的想法。公元640年9月，唐太宗以原高昌国为西周，可汗复都城为亭州，同时设立安西都护府，并在交河城驻军。从这一天起直到公元80世纪末，安西都护府在西域存在了150多年。几年后，随着唐朝灭亡龟兹，大唐在西域设立了燕齐、龟兹、疏勒、于田四个军镇，史称安西四镇。唐高宗时，安西都护府的统治范围一度囊括天山南北，向西跨过葱岭，直抵吐火罗，即今天阿富汗一带。公元747年，安西副都护高仙芝率领10000精锐的安西唐军，翻过海拔5000米的雪山，一举击溃小勃吕，威震西域。而这一切的荣耀都要追溯到640年9月，唐太宗在高昌故地设立安西都护府的这天。唐灭高昌之战最大功臣当然是作为统帅的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然而侯君集在灭高昌后居然贪恋宝物，把战利品纳为己有。唐军士兵们知道了后纷纷来找侯君集要分享，侯君集不给，将士们于是一哄而上，偷的偷，抢的抢，军纪极其混乱。班师长安后，侯君集治军失度的事被捅到了太宗那里，太宗大为震怒，一纸诏书将侯君集关进了大牢。好家伙，打了胜仗不仅没有封赏，反而被关进了监狱。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侯君集求情，认为如此对待有功之臣不妥，太宗于是把侯君集从牢里放了出来。此事之后，侯君集心生怨念，他觉得太宗过于无情，我不过是抢了一点高昌的财产嘛，至于关进监狱吗？贞观17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密谋串联张亮谋反，结果张亮反手把侯君集卖了。他将侯君集撺掇他谋反的话通通告诉了太宗。按理说发生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侯君集肯定活不了了。可谁知太宗对张亮说，你告发侯君集谋反，但是这件事只有你和他两个人知道，如果我现在治侯君集的罪，他必然不承认，到时候你们两个各执一词，我该相信谁呢？于是此事被搁置下来。太宗仍然下令给侯君集徒刑凌烟阁。不久，侯君集联结东宫太子李承乾谋反，事发被诛。这位唐灭高昌之战中的名将就这样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离开了历史舞台。下一集开始，我们将一起来看一看这场贞观后续发生在宫闱之内的太子之争，敬请期待贞观之治第14集承乾谋反。